省的圣地。所以说啊，同志们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放弃维权的念头，我们要做好阶级斗争的准备。现在这个社会什么社会呢？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？我告诉大家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，是最坏的资本主义，是法西斯主义。对，是不是啊？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，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啊，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，是法西斯主义。但是我这个修正主义上台，我们怎么办？那么我们就人民要坚决起来，打倒这个附着在这个假共产党身上的一切汉奸、外国叛国贼的集团。人们起来，打倒修正主义，就是我们的冲动。同志们，就是说，从1976年毛主席他老人家离开我们，我们到最后我们成为下岗的工人，成为奴隶，这根本原因就是修正主义上台。啊，修正主义上台，让中国共产党变成了共产党。怎么办？我们要把老毛头，也就是说，民间都说老毛头哈，但咱们现在要公开说是毛主席请回来。打倒修正主义，那么我们还是翻身做主人。翻身做主人，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。